哎、欸，爸爸，抓螳螂！抓螳螂！抓螳螂！啊，这里有一只啊！抓螳螂！哎、欸，抓到几只？嘉伟，韩军嘉伟，爸爸你太神奇了，什么抓螳螂？哦，这是俩高啦！哎、欸，先爬去，爬去。去那边。这边是俩高，你抓螳螂。嗯我应该要对那个咬螳螂的吧？对对对，他咬螳螂，应该给他，给他那个。我去找一只螳螂来。怎么无意间就拍到？对，另外一只也在。哎，要加了，接下来谁？哎，骗他来不给人家，对不对？有啊，他不是有那个交配的吗？不是啊，他嘴跑母的咬，谁咬螳螂？这一只他来这里咬螳螂给他。哇、哦，帅呢！这叫现实，懂不懂？哎、嗯，这不是耳肚，这叫现实。我看以为他们两个中间，他过来的时候，以为他中间还有一只小 baby。没有，应该在交尾。可能看到那个翅膀。翻卷交尾呢？哇，妈，你太神奇了！可能被那个树叶吵得受不了，可以再洗。